哎，开始了吗？好，好，已经开始了。好，好。哎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一千瓦，八千瓦。对，在星球队好棒哦。哦，一千瓦，对，一千瓦，对，一千瓦，一千瓦，一千瓦。哇，掌声鼓励！太厉害了！他居然知道一千瓦，一千瓦，一千瓦，哎。哇。棒，然后430万一千瓦等于3亿瓦，应该吧？为什么？怎么算出来的？算出来的。算出来的。本来43后面只有5个零嘛，那下边几个零？下边八个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多了3个零？因为把它换算，怎么换算的？我那三个零怎么来的？等于一千，是吧？嗯，就是我。那然后，然后你要把它写成科学记号。哦，然后。然后科学记号不能超过10，所以反正那个是减三，所以乘上去才没有达成。然后达成的话，所以变4.3。小数点点下去之后，小数点后面有几位？9位。所以是4.3对吗？四方。对吧？有问题吧 ？OK。